拍照的人要像这样。你的最好喝，东毛诺。大家在交换咖啡牛奶资讯，他没有，他觉得这个比较好喝，这好喝，大家记得买。等一下，好。看看，都哭掉了，可是因为那天下雨，然后来不及。可能那边会好一点，但是这我们到这一起抽到熊，是啊，这个是熊熊熊妹的。这是我，这是我。他是我的性格。他会有胸肌的吗？他会有，对啊，他有胸跟肌啊。他就是代表他会有胸肌啊。没有。有吗？平运。然后拿生日。他是九号。九月。公关就是哪一个？一月生的宝宝，感觉不是很好。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凶，比较坏的印象。为什么？所以可能会产生对你自己的损害。然后嘞？所以你的理性又常常，你的理性又常常都过于一切，这样子，然后你常常需要跟别人提出证明。所以你给人家感觉是冷淡的。但那不是真正的你。怎么会拿错？你是没有看清，你是九月多少？我是十一月。你是十一月，我刚才还说你是九月的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刚以为他是。你看错了。我要现在运势全部重来了。谢谢。说不定是好的。谢谢。好。它应该很软。很胖，超级胖，无敌胖。好，这里。它连章鱼都超大颗的。好吃吗？章鱼好吃，但是它烫太软。日本的章鱼烧好像都软软的。我没办法把它夹起来。日本的章鱼烧都软软的，就不像台湾是脆脆的。但它至少是章鱼块，不是台湾的章鱼丁或章鱼肉。哦，看起来很端哟哎，它很有弹性。超级烫。然后里面有蔬菜，对啊，我们两个刚好都有排，我们都有排包。
怪我吧。虽然你九点才到，我没有迟到，赞。应该有了。这是什么神社的人哦？这是你第几间？不知道几间了、欸。那这间叫什么？木黑的八幡神社。哦。然后抽的都不是很好。恋爱签，那我也要抽。你抽什么抽啊？你有女朋友抽。对啊。
好的，小吉耶，小吉耶，恭喜哦！要问那个谁，那你抽抽看，你等他问一下。他是 N2 的，问 N2。我看一下我上面写什么。彤彤，想抽吗？其实我也 N2。你也 N2 哦，我以为你 N3。他叫我去从南方开始找的，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啊。你叫龙龙帮你吧。我已经拿了。但是我想看长怎样。很美。哎，他看起来还蛮漂亮的。终极耶，你竟然比我还有爱情运。你是比我早脱单哦，应该不会。哇，很漂亮哎，很漂亮哎，墨迹，哎也不错哦。啊，那什么意思？误会，你会跟你误会没拨开啊？误会没有解开？你误会没有解开哦？我赶快去解开。我要拍这个传给他。很漂亮哎，紫色，什么？大这是什么恋爱签？要叫你找什么？他看一下啊。他叫我找 A 型跟 O 型的。嗯，有一点点年龄差。嗯，很好哦。OK OK， 很棒。抽恋爱四个，抽恋爱的。抽到了终极。然后你多少？你是什么级？终极。我们两个一样。哎，看你抽什么，我抽什么。哎。但他说星座好的是巨蟹座跟牡羊座。但我跟两个，这两个座都犯冲。哇，怎么办？也在那边。大吉，很开心，超开心啊！这个墨吉，墨吉也不错哦。约还有女朋友，不需要抽。这应该是跟我上次一样，就是我抽到熊啊、怪类的。洗手的方法。虽然我们吃完拉面来这边买，这排超长的。我可以。我觉得是因为它。甜甜圈好吃。在听这次的整体享受，再来。好可爱哦！它太可爱，你吃什么？看到我。拜拜。我们拉面要十二点才可以吃到，大概是疯狂吃甜点。鸡蛋不行。还有可以吃的。没有人喷口水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难怪我们无法坐下来。嗯，对啊，我的意思说没有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们已经写好了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了，对，预约不到了。拉面，彤彤，你期待吗？你看他们刚好在我们中间。又是下一个排队。哎，我们真的是排好排满哎。四个 OK 吧？好，拜拜，龙龙，拜拜。今天是排队行程哎，排队行程。不用谢谢。
排队行程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リズムで撮影できるこのコインをプレゼントいたします。仲間の皆様、
定吗？不确定，不确定。他们有帮我加油。超多人在比。熊猫一百几分？131。好厉害哦！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运气好。运气好。跟13，好玩吗？还行，可能是蓝队。好。这个地方我们刚好是。